信分局执行2016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交通管制勤务，为了因应采街及空飘气球升空活动，避免采街路线人车争道造成危险，我们于105年10月8日星期六下午14时起至20时止，实施分段交通管制。管制的路段总共有4个路段，分别为明治路段、中正路段、中山路段与民权路段。请当日欲前往卫生福利部新营医院紧急救护的车辆，能够避开管制的路段，以免延误救护。用路人行驶上述路段的时候，能够确实来遵守交通的号志、牌面的指示，以及配合我们交通警察人员的指挥，随时收听警管路况的报道，了解最新的道路状况。在此，我们也要来呼吁参观的民众能够避免于车内放置贵重的物品、财物、证件，以防止您骑机车车内财物遭窃，造成您财物的损失。你